你肾精也不足，你就会出现筋膜、韧带、骨头出问题，是不是？那肾精不足，肝阳上亢了，你就要出现这个血压高啊。现在你用三个疗程，通过皇家金丹，它恰恰皇家金丹治慢病，精气血同补，经络血脉双通嘛，而且可以疏通你最细的微循环。现在这咳嗽问题怎么样？现在呢，你看这喘气啊，匀乎了，也不咳嗽了，有点痰呢，能咳得出来了。好的，另外呢，现在我的血压也挺好，高压呢是130，低压85。哎，即便是原发性的高血压，就和先天之精不足，先天的高血压，通过呢我们皇家金丹，照样能让大家血压稳定，这都不算什么事儿啊。现在关节怎么样？现在关节这块呢不红不肿啊。